三不爱看戏啊，这是三不爱看戏啊。好，哎呦！老王，慢走，慢走啊！哎，小郑，吴宗宪靠等下来哦，要冲啥？要甲我讲，伊要退出江湖是？要吧？哇！哎呦！啊！他也是画冰火冲天。哎，我自己那时代吼，看个当有看过真侪真侪老人，啊，那讲硬老人，古早分足侪种个，还有硬的个。即个咱台湾那民俗，那咧硬老人的时阵，到底有看过啥？我今仔有甲做一个即个做资料啦吼。我知影台湾的老人有迄个人车股，内底有人是人车股的无？无，不是，还好。有迄个桃花过度，有人桃花过度无？哦，倒一个，倒一个桃花过道。后壁。哦，来，举个手。哦，恁两个，哦，恁两个桃花过道。啊，桃花过道，等到是啊，两个都是女生。啊，有女的来打扮男的。啊，麦克风开，也开，控门惊嘿。哈。但是不是撑船的啦，男生啦，我是演桃花姐。桃花女安尼啦，哈。啊，这个撑船的曾经两个就辛苦，咱就娘妈做一个头前的破杯啊。啊，对。哦，破杯嘛是装安尼嘛，哈。哦，还有那个拖个那个塞牛雷，牛雷，牛雷啊车，牛雷啊车瓜，有人塞牛雷无？无，哈，一个是大鼓丁，大鼓丁是客家的花鼓，花鼓阵，哦，足大粒的哦，啊，徛两站安尼，哦，啊，迄鼓丁，哇，水的，花鼓是背在这里的，小的，不，大的，大的那叫大鼓阵，大鼓阵，大鼓阵，哦，我讲的是大鼓丁，无唔对，啊，我讲边疆歌，边疆歌有咱的，春来啊，落是啊，春天，你有搭边疆伊都面啊，青青，阮搭问你话了，爱食啥物？你爱食啥？爱食的红来茶顺西呀，爱食我来去买，啊你。要好吃，还有阿嬷的味，安尼啦，哦，这就较好吃啦。我买啊，算到买啊，拢嘛乌白吃。阿姨吃迄个包皮叉上鸡哦。哎，你是要哪吃啊？啊，这拢嘛，啊，拢大家拢互相一直拼，也拼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就好玩啦。伊讲迄愈困难的愈好啦，什么爱吃迄个火星挂双眼皮，大家拢有啦哈。也还有一个十八摸，什么叫十八摸啊？十八摸，那不是张帝的成名歌曲吗？那是十八毛，十八摸，哎，我们客人那是讲吼，啊，查甫和查甫，你今天无人做十八摸嘛？无啦，啊，按我做，无你知咧。那个埋银档，像什么摸？嘿吼，伊是讲啊，有查某会晓无？有查某会晓无？谁会？哎，我十八摸会，没有人。无你来讲，按我十八摸。伊这是吼，查甫和查某的迄个调情嘛。哦，调情。嘿，啊，查甫的伊就是春啊，你该收；啊，查某的就摸啊，你爱食；啊，摸到啊，只跳摸变哦，哪有？迄查某的就讲，哎，啊，只跳摸来舞艳艳哦，好些啊，家拢家看。哪哎呦呦的哟！哦，安尼，空姐去解说一下，伊讲哦，梦到阿姐，阿姐就阿姐，阿姐就是小姐，阿姐啦。梦到小姐的头毛，啊，那头毛那头艳艳，啥意思啊？头艳艳就是讲，舞艳艳，舞艳艳，就是你的头章吼，这边来解说叫做。我啊，过来疯老爹，那个疯老爹，疯老爹，萧老爹，这是台语的还
是迄落客家。这个是原来在明宋之间的这两条我袂记咧，伊就是有一个，这是甲老辈少的原理，因等下有做，因为一个七品芝麻官，那个做官清廉，食饭娇娘，伊都无啥钱。后来一到年纪有一把的时候，就爱上一个年轻的小妹妹，他就要娶她为妻嘛。啊，要娶两个中间第一是表示伊遮老啊，一个就爱，一个有体力，伊用个爱。第二，伊确实没有钱，所以这个老辈少的故事就是这个萧，台语讲啊，这萧老爹啦。哦，啊，国语讲啊，这疯老爹。哦，老辈少就是疯老爹哦。是萧老爹。有啦，啊，现实生活嘛，有一个疯老爹，大陆一个教授足老的无。八十几啊，九十岁啊，啊，娶一个少年啊，足少年的无，哎，那老伯少伊嘛来做嘛，就哎呀，这小老爹是台语的讲话啦，啊，讲话这老伯。哎，啊，那事实上古早那是有安尼故事落来吼，迄个老的都在老啊，个迄个老的爱，因为是要爱要死哦。哎，人伊就是足老，表示伊的贴来个食了嘛。啊，身体硬啊，身体硬嘛，啊，是边做边调情嘞。哎，哎，啊那村内只咱就拢较知啦。宋江丁啦、八家将啦、吼西丁啦、两丁、七爷、八爷，咱拢看过。五爷将是啥？五爷将。五爷将哦，伊就是八家将的一种。不是，五爷将就是讲有分迄落东西南北中啦。咱若去增加哦，有迄个五爷，比如说五爷伫东边有东爷、西边三爷，迄落北边北爷，啊中有一个。伊个五爷若要搬出来，就是讲你后壁爱插旗啊，五种色的。即起码较无五个人。我知。较早寡戏嘛较有迄落，若要做将军啊，后壁旗啊插足侪对无？我本来想讲要来学寡戏呢。刚才看到菜龟机啊，全唔敢，足重的，我想我。哦，那叫人家行话吼，咱讲话这五机啦，啊，那叫平剧的讲话，那叫做背靠。啊，背靠，对。但是即马咱台湾的民俗实在太侪吼，比如说咱即马大家是祭拜，拢咧拜财神爷，啊，大家拢知影有文财神、武财神，武财神赵公明，对不？啊，那是文财神，有人讲是比干，啊，有人讲是范蠡，哦，范蠡，啊，嘛有讲啊，迄个东西南北个中财神，所以逐阵若到要讲做这财神爷的故事吼，我看咧天顶大家就开始咧吃饼肚啊，你是财神，我才是财神的，一定会安尼。啊，但是武财神。为什么大家讲叫做炸邯郸？为什么赵公明伊是安怎大家用炮啊在甲炸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前那个邯郸，他好像是作恶多端嘛，跟他是奸杀掳掠嘛。啊，有一天伊就算讲伊想讲，我做这个歹代志，我想讲哦，要上卡生笑要做好啦。那以前我所做的造的孽啊，造的孽，我即马烫不退，互恁家处罚。你给他处罚，啊，未死进前就对。对对对，你们处罚我吧。跑啊断到死为止啊！跑啊断，好一直断一直断，哎，流传到现在吼，变作讲你若要去学迄个，你要做邯郸哦，去用断迄个人，爱跋杯呢。安尼哦。爱跋杯，伊有答应，你才会使去做邯郸哦。三杯还是十二杯？嗯，几杯我是唔知，因较早吼有一个老土生阿伯，因后生就去用跋掉。去跋掉。跋掉。其实不得已叫拨掉，是本来，比如讲咱三个，咱这拢有兴趣来互拨，还是不管就甲你拨落啊。啊，囡仔就爱耍啊，想要拨，大家来拨，迄嘛是一个公营嘛。啊，一般嘛想讲，那我拄好会钓到我。拄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三拨四拨，啊，就迄个老祖师阿伯因的后生啊，去拨掉。啊，拨到了后，啊，但就一定爱去啊。但是你要去红炸进前吼，你一定要七天要净身呐，爱食菜，啊，袂使去女色，唔是去女色哦，是女色。女色袂使。袂使。炸邯郸的时候是全身都脱光之后，穿条红裤子，内裤有啦。对对，红裤子。嘿，红裤。啊，然后啊，因就讲哦，这爱有一个撇步啦，一个技术，就是讲你要用炸时，你身躯拢爱抹迄个防烫伤的药膏。哦。爱先抹一下。较袂痛。哎呦，真没有。嘿，冇啦，有啦，你看人足侪庙啊。团呐，哎，就游览车司机啊，像较早恁一定拢捌买过嘛。你啊看我小滚滚的水，安尼个倒落去，哇，几好听，是吧？哦，马上搁抹落，啊，手滴所迄个小小的铁链呐，嘛袂碰趴，手落油顶嘛袂碰趴。为什么？因为油落坡顶管嘛，会较水袂烧。刚好一点款，刚好一点款，车主不可算，讲破唔得三文钱，就是安尼。哦，这是有一个秘诀的啦，嘿。啊，结果伊就去用财商，因为吼，想讲咱一般咧听讲神拢来护身嘛，神来护身，炸落迄是唔是咱的肉体，是炸落神袂疼嘛。
叫伊讲都无，拢足周全的啊，拢穿啊足周至的啊，都爬起了，叫做唱花的嘛，花了就开始人就站。啊，过去啊，一件事啊，对对对对，要背跑啊。对，然后一定要爱背啊。跟背。一定要哈，我觉得伊个是一个青阿叔啦，青阿叔大伯。哎，普通拢会加爱食，伊先我你炸的至少疼尔，还佫会叫的，加炸的目睭。哦，适当，炸了目睭，啊，搁面啊，炸着上歹看。对啊，啊，伊倒有够衰，你感觉？因为咱一般若提泡啊，安尼是一片泡啊点的，淡淡，啊，无就一片泡淡淡。一个元宵烧，伊白龟背啊。啊，元宵烧啊。白龟背啊，啊，总有四块。啊，淡到哦，骨子嘛哩。一般讲，比如讲，这个行程走完要两个钟头来讲，他大概四十分钟，伊就冻未掉。未冻是啊。紧换人，送去病院急救。安做炸一个安喏。皮开肉绽的啊，这。你是鬼吞的。你把鬼给炸开。哎，别把，你鬼拢敢开花安尼呢？那我想迄个吼，一定是迄个本来咧饼顶头上，就八戒有结冤仇的啊。唔知。你去用好，我给你好看，该创都鬼。没有人这么狠过啊！他也真可怜哦，伊。没有干净，没有净身，或者是梳相无清气，那你咋个在海边啊？那个穿个老林啊，对吧？一时的吼，想法就。冰姐那时候烟泡蒙烟散雾是啥物人？林青霞开你面头前，你嘛看无啊？啊嘛，未使挂口罩啊。那我请问你哈，身为眼邯郸这个人，被炸过以后，以民俗来讲，被炸过他是会很旺还是会怎样？会旺，会旺，会旺。这如果都没事的话，他会运气加倍。那我很想问，咱所有台湾人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做神未使做普通是一世人拢做足好诶？啊，比如说啊，我吼按那个十几年前就开始拢咧做公益，啊，规世人即马操拢咧做好事，啊，热心共帮忙，这未来可能无机会做神。啊，为什么拢落来较早吼作恶多端啊，敢那周楚除三害安尼吼？即款你再为什么拢来派出派出作者啊来改革，也在做神？那是在劝世啦。对，从戏剧故事拢是敢那讲劝世，吼人。某一个人讲哦，你一生落来到今嘛，你没有打过妄语，没有做过坏事，一定多少贪污啊吼，贪嗔痴拢有嘛。啊，你若有做过，就希望讲啊，就是讲。会晓当讲背善，低高必改。要做一个告诉我啊，你只要能改的话，你还是有机会成佛。诚心成佛，但是林默娘一出世，伊就是做好诶，对对对，安尼哦，好报答哦。安尼咱以林默娘为榜样，拢做好诶人哦，你看伊是地会修，拢是地会修，故事都不长。好人不长，祸害一千年。啊，等今仔要看吼，未使甲人讲讲诶，拢无看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诶，不觉得奇怪，你们。讲半天到底在讲什么哦？那不然很丢来一个老伯少，人家讲疯老爹、疯老爹、小老爹、小老爹，讲个小老爹来一个。翁爱婆啦，耶！哎呦哎呦，这阿公啊爱这个个妖娇哦，哎，这个也歹势呢，阿公还袂献身哦，你甲看，哎呦，有条，这个有条。水，这个水哇，水甲有影够较贵呢。啊，安尼好诶。哦，这尻川翘呢。哎，这阿公啊有型嘞。哦，你甲阿公啊讲送物件。哎呦，跋倒，阿公啊跋倒。哎呦，阿公啊惊一个。哎呦，甲阿公啊小安慰一个，安慰一个。阿公阿在咧老啊，搁叫伊哎，哎，爬山哦，爬山哦，爬哦，爬哦，哦哦哦，咧爬山，咧爬山，哦哦哦，爬袂起哩，哎呦，哎哎，爬死，爬死，来哦，阿伯啊，好可爱哦，哦，哎哎哎，哎哎哎，这个公矮伯感觉最困难的地方哈，除了拄啊捡物件以外，还有爬山，还有什么是比较困难？哦，下坡的哟，下坡，来来，你弄个下坡，我们看一下，一百下去，好落脚，一百下去。哎呦，我爱注意，要爱注意。哦哦哦哦，啊叫阿公阿看好，啊哎，一波是，一波是，哎呦。
哦，落家落家，哦，这是落家，最困难的上坡啦、下坡啦，啊，这个叫做捡物件啦，大概就是安尼。对，无搁较惊险的啊，都惊险的哈。吓吓咪，吓吓咪，走正常啊啦！我紧急的，哎呦！哎，安尼我知啦，我跟你讲，但是不容易哦。哎，来，阿辉啊，怎么样？我懂吗？嘿，有啊。啊啊，唔过，哎，等下，哎，唔过，你若要安尼，你下骹无穿这领裤，敢会穿？啊，对嘛。下骹买这领裤，我穿。下骹你先讲，我可以假装，没问题。顶下疼。哎，要不要来杨小伟来试一个？来。哎呦！哎呦，这莫大会比较薄，真是的。右手捏头，卡成顶泡泡安尼。来，先放这个，把这个。啊，我都无卡成拄好。那好。哦，阿辉，你再来讲。啊，这粒卡成有够成，阿辉的。有成啊。够成，嘿。有啦，甲你的体型啊，够成啦。还有个白卡呢。哎呦，你看白卡呢，这里。哎呦，三寸金呢，你卡成先学绣看嘛，好看嘛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我来了，这个该咬，这个该咬，这个该咬。他最头疼哦，不要把他勒死哦，不要把他勒死。哎，他挡到我的脸啦！啊，你拍侧面嘛？你打你阿公啊！啊，对，拍谁？啊，你就是自己要，哎，自己有时候可以这样吧，哎，找饭吃。这头哈，你的手，我爱夹掉对吗？你爱。系这个头，我要做这个。无啊，嘿，无嘢，一定用刀啦。安尼，嘿，好。啊，你另外一手就再做迄个表情，是啊，是啊，紧。啊，搞，刚刚刚刚用刀啦。这个开摇，这个开摇，是摇。啊，上坡。上坡。上坡爱较硬的啦，上坡爱较硬的啦，好，物件落去，手巾仔落去，爱捡，这边啦，哎，钢筋啦啊，头壳快落来，对啊，加紧一下，叫再加紧一下，多谢。啊，下坡，下坡很难的，我今天下心情了，下坡。安尼行，安尼，啊，有行，撸来行。啊，有啦，有行啦，袂歹。哦，袂歹。你老病了，你老病了。头壳规个病过来。因为有谁在创啥无？哎，恁两个根本在做爱做的事嘛？你看，Oh my god！ 哦，我会搞在变，龟还敢变过来？哎，你看这个头啊，龟敢变过来，我就变成丢了。而且很转呢。哎，为什么？你看这样就很像，你看，很像那个。你看表演一个两个人。这个缠绵悱恻，哎呦，缠绵悱恻，预备，起，浪漫的，哎呦，哇，快起来，啊，换你凹腰，换你凹腰，换你凹嘞，换你凹，真有趣，这个道具跟头刚才挖起来都不同啊啦，哦，它变色龙嘞，360度，安内转了，安内转了，转嘞，冰冰姐。来给阿威啊，掌声鼓励！阿威啊，坚持到路上行啦，我先给你撑起来啦。会当表演双人舞啊呢？有够高追，啊，你专门大刚弄来做这哦，还是有银神赛会跳舞？请问，我跟你讲，你讲翕咪翕咪，你规日今仔日拢摸这些的呢？对啊，很乖哦。你也在，你也在做沙很大耶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压力很大。你笑呀？人也是老背少，伊真个老少坏啦。这个头像我用个人去啊，还有个高追嘞。像哦，听说有一次啊，
你这样玩这个的时候，县长被你吓到哦。你是哪一县来的？我新竹县。新竹县县长现在是谁啊？郑永金。啊，郑永金被你吓到哦。哎呀，哎，郑永金其实他是一个好人呢，我认识他。郑县长真的，我觉得他很不错，又很认真，又很努力啊呢。哦，啊，那个什么活动的、活支持的，为什么被你们吓到？迄就阮迄个我住关西嘛，关西迄个总经理。关西有什么关系？关系跟县长被吓到有什么？目前跟你没有关系。哎呀，不要跟县长吓到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很大。哦，是啊。哎，那个就是因为我这个像这一些民俗的记忆东西，这个已经很少了。是。那我就是把它找回来，特别做这一些道具啊，这一些都是我做的。哦，厉害。哎，是。那我就是说。我社区刚好有那个元宵节，嗯哼，元宵节就要表演啊，彩街啊，嗯，要彩街，阮迄个镇长含县长拢唔知啊，是，啊，尾仔伊就来路口看嘛，看阮表演啊，啊表演啊行行咧吼，我就行到伊头前安尼，要强强要甲伊亲落去，哎呦，要惊死啊你，哎呦，你若恁自理你就唔惊，原来就是你要甲亲莫怪伊惊，嘿啦，啊伊讲，哎，这哪有遐？那么遐古锥遐大方的迄个小姐啊，伊就是真，你真正是小姐。嘿啦，那个县长眼睛不好，对不对？太暗时啊，真无哦，晚上看不到，熊熊一个安尼，吓惊着安尼。那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他们关西地区民风淳朴，很保守。啊，那叫出一个小姐，才干啊，才得钱，啊，你要给他剁落吼，他当然有关系。所以说关系很大，还有休息站跟交流道。是啊，哦。然后迄个，我据说啊，以前这个孔锵的吼，恁较早拢爱去看老的，啊，恁拄仔在讲台嘛，拢有迄个较早拢会搭野台嘛，有诶是做歌戏，有诶是做布袋戏，拢会嘛。听说你都喜欢在台下创敌人哦。啊，大家拢咧烘鱿鱼啊，烤香肠啊，啊，食食咧记录，食完去记无代志咧，镜头忘记。啊，对，我咧叫吐过咧，无滴我就是你甲我吐诶。有啦。就是，你拢有穿官大衣，咩那个吐？没有，冰冰姐，我跟你讲，像我们在唱歌那个板子，唔是咧舞台有绑啊嘛，啊，是不是有胖？对。啊，当然有诶是牙较长啊，啊牙长，咱像咱咧跳舞，咱咧惊，啊是讲你。怎么讲？我不会，我伊都我都去吐到你的脚啊！我都正中下怀啦！哎呦喂！我等下在旁边回来，我尿你呢！哎呀，你怎么不等啊？我较早是看迄落演小段，迄落伊小段拢穿包仔鞋对哇？包仔鞋平底鞋啊！啊，下骹一挂囡仔，伊就讲，伊做苦段，搁等你到。我困即去十八年，好我想是心秘密，有人咧甲动感，心秘密。人我一去，唔知要如何才是。哎呦，死啦！你搁讲，我来去讲讲，害我真是哦，我都要哭干咧。啊，尾啊，讲迄场内底就是甘心出来啊。哦，咱两个来做，啊，你去后边，你去后边造型啊，哦。参见皇兄，出掉啊！爱听呼啊啊！我哩无叫你平心，你为什么当起心？啊我吼啊哎呀哎呦，迄个下官有事不敢下跪啊！为何不敢下跪？因为啊不能跪啦！哎呀，爱听真正苦，你也无服君臣之礼，就我闻斩首啊！稍等呢，林伯。那是真的，你做皇帝是假的。对啊，对啊，那这样就是啦。当一直甲推，想要怎跪落去啦？所以曾经有这样子的好笑的事啦，吼。啊，听讲像阿辉啊，你看顶头，看讲光脚的人，光脚去吼，安尼。很燥啊！迄是啥？迄是因为吼，较早咱囡仔拢会想讲哦，迄像迄神坐咧桥顶，啊，就四个人咧在下桥啊。哦。啊，桥咱囡仔拢想讲，迄桥啊是家己咧神。迄桥啊是干呐用竹啊竹啊搭咧。对对对。啊，一只椅啊咧吊起来，无挂迄种啦。哎，伊挂是软桥啊，是软桥啦。哦，顶头有一个坐，有一个盖头，对。啊，但是边啊无边啊空的。无。
海边拢无。哦，啊，大家咱哦，咱四个在讲，哎，啊，心情真好。啊，是海，咱你想讲奇怪，迄是到底是人厉害？是。啊，是迄个神，伊咧登威。好。你他有神威嘛？对。然后会信啊呀。啊，咱是讲迄应该是假吧？嗯。因为咱人咧行，你看，像这讲海图，咱蛮有啊，一定系安尼有，我们会这样想。可是有一次啊，我们就是在等他们正头完了，我们要做暗灰嘛。好。啊，就看那光桥迄人啊，有一个香龙叫喷。喷一个喷完的呢，因为边啊拢有药味，就济嘛。因为伊个身骨会忝，所以边啊拢有真侪药味的。看迄个叫喷走了，桥底要落落去，一定要蹲起来，啊，就紧要行。那后来呢，有人就咧讲迄个人嘛，因为他没有晋升呐，我叫你唔通信，甲查某安怎？啊，结果你就甲查某安怎？所以神呐，我爱互你挖个桥，因为你无清气。不然你都看到讲爱婆啦，即摆另外个看是无同款的吼。邦可舞是安怎来跳的？哎。渔夫也欢迎。哦，渔夫来了，渔夫来了。哦，看到这只大只。哦，渔夫要甲绑哦。这绑到的时候，蛤蟆爸嘛是润的哦。因为这只，这句话是空姐的讲的。哦。用这只蛤蟆爸嘛是不哩润哦。哎。表示阮这只是老蛤哦，啊，绑着啊，绑着啊，啊啊，唔安尼含绑啊叫我救去，我阿丹系啊，阿丹呢，哎救我，该救啊，我安尼叫做伊绑着啊，哎呦呦，哦绑走啊绑走，所以咱这算是哦，人讲姜氏老得辣安尼吼，啊就问个哦，你当时的男生是在清朝的时阵吗？你甲看。爱个留这个小辫子呢，这清朝都爱个清朝时代爱个装这条是无？哎，无啦，啊无啥。这哦，我嘛唔知影咧。啊，这你真的哦。啊，这个摕起，这个摕起。各位朋友，真的呢，真的呢。哎呦，这伊老母甲装的呢。哎呦，有够重，这条有够重呢。啊，这我问你，这长着，你要洗的时要安怎？先洗只，啊，再洗只，还是先洗只，再洗起来？免哪说，伊只裤个头带又长暖，无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阿公，真的要了。阿公，你哪放在屁股啊？阿公啊，真是阿公，是你阿公。阿公未动机啊，阿公来讲是，是不呀？是不呀？他紧张，他紧张嘞。无啦，垃圾，垃圾哦，阿尿球哟。加工的非常多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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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压咧洗尔，啊压咧洗啊，才贵个价长哩啊，啊有影唔免安尼暖暖。免啦，足简单个啦，大家讲以为讲我洗头毛一定爱是几点钟几点钟，免啦，吼，两三分钟就解决啦。主要是洗只出油的所在。对啦，因为只这咱两公是。哎呦，叫你洗尔。好，喵，好，感谢好看的邦可舞，谢谢。哇，乖，老阿妈家，我走啦。好回去了啦，喂，阿伯桑，喂，阿你还搁在吃，喂，贵呀，好贵呀，好惊的啦，既然安尼秀一下，你跳一个无同款的，跳一个，好，预备，啊，好，好好跳几下，哦，水啊，水啊，水啊，你跳低落灯哦，要拜托，你不要动啦，哦，老塞了，来来来，来渔夫来啊，渔夫来啊。渔夫来了，渔夫来了，你醉哦，你醉哦，忘不掉，老蛤蟆吃你呀，死死呀，老蛤蟆，我杀你，和你顶风飞，我过来，过来，老蛤蟆吃，我走啦，啊，走啦，走啦，走，走，不能再走嘞，阿公啊，你个金钟的魔鬼，魔鬼啊！好
讲叫啥？我讲我。你那个叫老蛤蟆精嘞？哦，老蛤蟆精，他是呀，阿公阿头又个歪去啊！哎，你哦去忙到恁阿公阿家己啦，啊，那乖啦，叫你吹死的，哎呦，好好笑哦！看恁两个嘛真精彩嘞，你都忙到阿公啊！哎，我们以后在台北可以自己办一个文化祭，我们这些名人自己来办呐，对呀对呀，好玩呐！所以今天真好的机会，咱来学一个嘛吼，蛮好玩的呢。我人啊，我人啊，我人啊，十波的一栋，查某的一栋，听讲有人啊住新房，住到冤家嘛有。有啊，像我捌对人去进香嘛吼，三更两个。你是偷袂起来呀？快紧，三更两个嘛。啊，结果啊，因为我们那个吼，伊无法度通讲，伊迄无够宽，所以无法度像冰冰姐讲的查甫一间，查甫一间。啊，大家掺做位，大家拢困到底。哎呦，啊唔对，暗时啊，咱会搬过床。这应该是未来，别迄款所在，迄眠床足硬的啦，困都歹困，也是痛苦啦，痛苦。然后一条巷啊，一边，对。不过我听讲啦，身体要健康，真正爱困迄款通铺，爱困硬的，困软的，对咱身体较唔好。啊，结果，阮就像阮爸爸、阮妈妈、阮哥哥、阮哥哥朋友去，啊，查埔就困这边，啊，阮爸爸就困中，啊，阮母啊就困在遮，啊，再我啊，再阮姐姐，啊，大家困。查埔拜查埔，查某拜查某，其实困到。咱家己分啦，家己分。啊，结果困，因为吼，伫咧日时啊，恁爷顶头时阵吼，就忝。我咱就看会出来讲，这阵咧敢若甲迄阵咧，咱拢常常咧洗目尾啊。洗目尾是起毛尾，定高机的感觉，毋是正讲咧洗目尾。都是洗目尾。你是洗牛啊照夹，对，叫洗牛照夹。啊，你感觉讲因敢若无啥对档咧？你跳迄个顶头时，迄面哦，人是珠眉显眼有无？啊，因是敢若袂输凶神恶煞，真正足歹迄款型。就感觉讲这边咧，甲这边已经袂合，好死毋死啊！人你讲冤家路头下无？啊，毋是搁困共间。哎呦喂！即摆困共间哦，可能因咧眠床的迄位毋知敲无好啊，是安那？我毋知，因为我困咧顶悬嘛，因困咧下骹咧，就听讲一言不合啊。结果就点啊叫叫叫叫叫叫，啪呀呀嘞！哎呦呀！变迄边嘞，甲这边两边相拍。啊，怕是用空手、赤手空拳，还是全遐个技师拢？无，因为有一边搁伫楼骹啉烧酒。哎呦呀！啊，一边伫咧遮咧相拍，结果有一人走去甲因讲，因楼骹啉烧酒，搁摕酒干啊！哎呦！我是摕物件，啊，变做来变做。咱拢感觉讲，你是来做百家奖，你是来做顶头，你是来为神闹热欢喜，应该是爱做。因安尼嘛是咧，因嘛是咧拼顶头啊，嘛咧拼。唔是啊，我感觉奈变甲讲，因为较早的顶头定拢是角头。替神欢喜的代志，就算讲你若较软，我较硬淡薄啊，互相也无相偏啊，总是为着神要闹热欢喜，奈变甲安尼，费劳费力，又变甲去警察局，警察佫来。可怜，咱今日主要来讲一下，百家奖是我拄仔讲的这种。甲宋江阵到底无共款？宋江阵哦，顾名思义，宋江出来，咱就是知影讲，即个讲梁山。哦，梁山。梁山好汉。108好汉。哦。伊有36天宫，72地煞。我都看到有哦，迄电视啊，电视咧做宋江伫拍舞拍甲，哇，好规场，我咧用杯用哦。其实宋江阵的武器哈，如果伫庙口弯起来是宋江阵呀。无，伊迄叫做阵吼，就是较早一定是所谓你讲即个叫做去梁山的即个哦，宋江，伊就是都懂得较早战争的兵法。对。所以这阵势就是这阵这个兵法，然后呢，他是真的都是一些武将。他所以这无怪因手拢有提物件，啊，拍武拢做。他是文武双全，他是被那个官府给他逼上梁山。安尼吼，你拄啊，搁有几啊种呢？来，我嘛讲百家奖。哦，你这。这个百家奖，你看，有八家庭的人，有这生啦，甘柳下欢红老黄金。这八个人哦，本来嘛是一般善良老百姓，因为天灾啊，伊都无法度过日子，煞逼他去做山贼。做山贼了后，有一天去予神王爷抓到，迄阵啊神王爷咧做迄个县太爷尔，抓到要死的时阵啊，抓到的时阵，伊怎去甲神王爷两个将，一个叫做韩德，
一个叫做罗千，伊讲拜托你，你让我回来到我的母子过端午节，这个节后啊，我才过来这受罪。啊，这个还喊爹甲罗千怎啊放因回来，这八个怎啊拢落跑，拢无回来啦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哎喊爹甲罗千怎啊自杀？自杀了后，这八个反正也走无路，啊，搁听到讲放伊的人自杀。有人为着伊自杀，咱就爱。该狗一世下罪，无一对死。哦，是嘞，一对死。啊，后来这城隍爷到甲得道成神的时阵，将这八个改收在收在边啊，叫做百家将。哦，啊，迄个罗千，迄两个死的，迄两个变作即马所谓迄个将秀啦。啊，哦，关将秀，你讲那个将秀，就是韩德甲罗。哦，将秀不是那个乌白无常。No， 就是迄天咱叫来举迄个三车啊，唱唱。啊，对，那也是。对啊，我们不懂，以为也是八家将。No， 迄个是将秀啦。跳高顶，一般咱咧讲车高、跳高、跳车高，这个车不是真正有车，这个车就是人咧问讲，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哪喊你车？表示讲，伊很多动作啦，很顽皮啦。嘿，还有你们刚刚跳的那个蚌壳，哎，迄种的吼，应该也是战国策啦，迄在三国时代就有啊。哦，因为呢，因本来跳是一个伊一个迄个啊做蚌，啊一只鹤。啊，一个渔翁，啊，我们家讲鹤伴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应该有三个。啊，今晚来兼一只鹤。啊，因这团我感觉是拼装团呐，真正是应该是搞烟花的啦。啊，因今晚要跳的是山寨版。哎，这因这团真正山寨版。那也无好，啊，无好嘛是好，安尼好唔好？真正山寨版。好啦。再来，咱要讲桃花过度啊。哦。咱哪咧要讲桃花过度？桃花过度，这是一种潮州戏。桃花过度，那依我知影，潮州戏，潮州嘛是台语啊，同款啊。因嘞，因嘞，音正常，音正常。因讲因无破音字啦，驸马，因讲驸马，驸马，驸马，那叫驸马。有一出戏叫做真正的女主角，唔是桃花呢，唔是桃花呢，叫做苏六娘。等下，咱今仔有做桃花过度无？有啊。还是要今仔桃花过度先甲做一下。哪做哪讲，无你讲伤济，观众唔知影。看起哦，看一下，咱先甲看一下。哎，小郑，吴宗宪敲电话来哦，要创啥？要甲我讲，伊要退出江湖是？要吧？哎呦！爱迪唔讲爱唔迪，你在跳么改啊？他船在这里，啊，这个桨哦，没有在船的旁边，桨去另外一边去搞，你这样船哦，这样那样，啊，明明在这里，船含船啊，啊，船飞还，你最你爱最爱，无上无上爱，无上干的啦，无上干的，哎呦，啊，这古代讲台语就听得怪怪，讲无上干的，啊，无上干，无关系就对啦。伊是这个跑旱船的赛船的啦，啊，你是咧拖啊机，你是啊，这啦，你这啦，哎呦，卖古你这啦，啊，你是拖来这支好哩，这支好哩，这你是拖，你是咧赛船的啦，赛船的，哎，拖啊机的，拖啊机的，拖啊机都爱小机机了，对，我看你咧摇啊，加高水烟就对了，啊，就拖啊机也要过渡啦，要过到那边，啊，较早无渡船呐，要坐他的船，啊，坐他的船，我的船啦，安尼哦，哎呦，我那。我就要让他去招他，要去惹他啦。啊，要惹他，那个我船吼你坐免钱的，无要紧。用过阴暗来用困度的，这个意思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们都是一群那个家庭主妇妈妈们啊，那个先阿妈姐啊，就免阁带孙啊，盈盈大家出来猛跳安尼就对啦。好，我看这那这今麦这三只吼。
和米珠啊，甲因这两个吼，来用温汤嘛，较高注意哦，来试看卖一。喂，我今日是洪太来啊，哟喂，使好啦，哎，咱娘老的咧洪太来，使船你会晓袂无？那也袂晓，你我只只大船就讲咧。按着使，按着使，嘿。来，阿秀，我甲你配音没有？爱不？哎呀。好来，阿秀，来。来哦。好，预备。这是什么声？你款船哪够有喇叭当叭叭？你搁挂科目的呢？这款船哪可能有汽笛？啊，小人可差差不多。伊既然爱海鹰，你海鹰声来，预备，一起，来。哦，这个无照驾驶哦，这个无业，喂，挂科目的，好啦，一个人玩不了了，我们干脆他一塞船，丢啦，树呀哈。我来白灵船啦，来唱这个好花过道啦。稍等嘞，我先看袂落去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表演了太歹呀！不是啦，无是安怎？什么叫做跑旱船？是啊，跑旱，既然你又站起来那个嘴斗落去，既然旱里出头，是安怎？就是没有水啦，无水诶。不是，为什么叫做跑旱船？为什么？跑旱船是这样子，它子午不讲，不唱。什么叫子午不唱？就是一个哦，主席噶哦，哦只有哦，我叫你主席噶，刚刚我是我去，然后我讲跑旱船跳，跟他跳无像啦，对，跑旱船的祭宴。祭宴哦，我讲跑旱船要去祭宴，是祭宴。可是船到那上嘞，祭宴，它是祭宴屈原啊，因为。你本来应该讲这是恁客家的专用，我就是讲恁真正知影故事，坐看半工。有哦，哎，我嘛有，这我嘛有一个，伊讲吼，纪念屈原呐，因为端午节哈，大家拢知影要食粽，啊，唔过唔知影讲安怎来跑旱船吼，因为跑旱船是用翁仔某或者是妇女的扮相哦。查某会惊船，查甫会讲爱坐船来跳舞啊！啦，而且啊，你都快乐来悲哀，悲哀嘛。是安那？人这本东哦，就是讲屈原死掉了。哦。啊，靠海边的人，大家就是各船啊去爬龙船。第一，要甲找，找看有尸体无？第二，要甲炖肉粽回家。那么，今仔鱼啊，食伊尸体对不？住在山上的人，他就觉得他们也很伤心，觉得屈原是一个爱国诗人，他还想做这个纪念。啊，因那。山顶嘛无水嘛，啊，伊就用一个查某吼，去先去搞，应该是查某搞一个船。为什么都爱查某？啊，就因某爱坐内底，啊，查甫较贤顾，较贤顾起来嘛。不是爸爸就是翁婿。啊，拄我出来，这个查某因为咧过船，咧过安尼孩子，那个动作感觉真水嘛。啊，大家拢会去边啊安尼搭讪嘛。所以跑旱船是个个单嘛。哎，小蛋，吴宗宪靠等于来哦，要创啥？要甲他讲，伊要退出江湖是？要吧，要。我卖古咧，倒卖古咧，卖古。无伊的声无听。哦，来。喂，啊，你哪会知影我生日？你哪会知？啊，因为你们工作人员跟我说，今天刚好来开会嘛，刚好就听到你今天生日，当然一定要过来跟你送个贺啊。哎呦，哎，啊，你哪会人歪落来？你就伫阮这台底，你人歪落来。来啦，你来啦！既然你这块袂使无来啦，嘿，没问题。啊，来这样陪我们玩一下，快点！哎，欢迎吴宗宪！哇！哎呦，你躲，在哪里？哇！哎呦！哎呦！水哦，你穿旗袍哦！哎呦，水嘞！哎呦，水！啊，你这是你主持人周杰伦啊！啊，你又不是真的吴宗宪。见鬼了！不要再说我像吴宗宪。哎呀，欸，真的，两个都好像周杰伦，他们唱来个什么？周杰伦，周杰伦，来啊！因为今天呢，刚好是冰冰姐的生日，嗯，她清唱一首《祝你生日快乐》啊！好啊，来，冰冰姐，我想听周杰伦。生日快乐！祝冰姐生日快乐！祝冰冰姐生日快乐，祝冰冰姐永远快乐。亲一个，冰姐，哎呦，我来，那这是山寨版的呀，周杰伦，哎。
然后呢，我知道中国大陆也有很像的山寨版的，哎，蛮多的，蛮多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是台湾的。对，他们都是学我的。哦，开玩笑，可以互相交流一下。哇，哎，真的很像哎，长得也像。然后阿宪也有像呢，马秀贤呢，嘿嘿。是，嘿，见鬼啦！不要再说我像吴宗宪。哎喂，哇，然后我们哎，谢谢我们陆总也来了，哦，都笑得辛苦你。哇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不会是要跟我求婚的人吧？这是谁呢？好，就换张家。啊！对呀，厉害！这个好呀！不错啊！哎，这哎那个麦克风，等一下！哎，这个谁的身材？是谁的身材？这个是冰冰姐那个明天过后的身材，真的，下一刻就会变这样子了吧？下一刻就变这样了。我的头发什么时候变成染成这个颜色了？哇，好棒！现在科技实在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这就是我说真的，这就是我的生日愿望。小仙鬼，我要把它拿回家去摆。你这个是要让我摆在家里面。